也让我们一起，接下来也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已邀请今晚的 VVVIP 和大大大领导上来跟我们在线上说说祝贺语与激励语，来鼓励大家。大家要听吗？要听的，请打上个888来。Elvis，我们要暂停一下下，因为我们的 VVIP 是还没有上线，所以就要叫我们的来宾打上，先改名字好不好？你叫他们改名字，改自己的名字。请线上的朋友先把你们的名字在那个Zoom 里面改改你们的名字，然后请你们大家把你们的视频打开，让我们来呼一下，打个招呼。大家好，啊，这个是哎来自哪，Alfred，里的？介绍一下。阿俊杰入紧嚟噶啦吓，俊杰同我 call 咗入紧嚟咗，阿詹师傅入咗紧嚟噶啦。不如咁样样啦，好，hello，嗨。阵间呢几个大嘢咧，你俾下我帮你介绍下呢啲大嘢啦，跟住就你哋跟分行咯，好冇？呢啲大嘢啊，呢啲。阵间我请 Alpha 哥讲先，Alpha 哥 tee up，介绍佢哋啦，好冇？阵间我就咁请样样 Alpha 哥出嚟介绍。阿俊杰未入嚟嘛？咁样样我哋就阿师傅，师傅先入咗未嚟啊？师傅先，我呢度睇唔到边个仲入未？咗嚟仲未入嚟？你师傅最好先你仲哋未？出一啲。我而家 call 佢先，1分钟吓，俾我 call 师傅先吓。哇！师傅我哋先，真系好，师傅入嚟啦，师傅先入嚟啦。我哋真系好准时啊！8点真系好准时啊！可以大家搞少少暖场先，因为你知啦，有大嘢未嚟啊，因为我哋今日有请到几个好隆重嗰啲 VIP 啊，你知噶啦，唔系大日子啊，或者特别嗰啲喜庆日子，你都好少见到啲 VIP 入嚟噶。系啊，好远噶，佢哋连 OK 线有少少时间。我哋既然未开始啊，Jimmy 嘅嘢又未开始，系咪？咁样样啊，大家睇下，你不如睇下镜头，睇下大家手上食嘅啲咩月饼啦。系啊，攞出你哋手上嘅月饼出嚟睇下，系咩月饼啊？我嘅咧就系、是、家庭 homemade 嘅芋头双黄月饼，我嘅系上海月饼嚟嘅，仲有你啊，嘅芋盒。热辣辣嘅，而家仲热热噶，啱啱正去攞噶，有两粒我啊，月有两饼粒。我阿嘅我呢度嘅月饼咧，我唔知攞边个个好啦，因为我太多个，有阿辉啦，有阿眉姨啦，全我部有攞晒阿出边嚟俾个我哋咧，睇咯！边 时攞得咁多？有啲呢啲唔等得，已经食鬼咗咗，开开咯。我而家要等你哋你攞 OK，阿 Jimmy 你哋嗰度有咩月饼啊？你冇睇边个睇下你嘅镜头啊？系啊，Apple 哥攞月我饼哋嘅嚟月俾饼你喺睇台啊！嗰度啊，而家我哋喺 office，个月饼喺另外一张台，攞紧过月嚟，饼老夫子月饼同埋一个唔知啊，好多好多有好多上海月饼，有好多其中我哋有30几个月饼，攞两只嚟先吓。阿 Krista 食咩月饼啊？Krista，Krista 食咩月饼啊？Krista，我个 KL 教会啊！我冇做月饼。有食咩月饼啊？攞月饼我出哋嚟嘅月啦！饼系咁样样嘅，月饼。月饼好食入边哦，我阵先啦，我又会攞先啦，未食啦，等我先食饱。哇，仲好多人仲未开镜头喎、我哋嘅月饼，我哋嘅月饼，啊，还未食喺我哋未正式隆重开始之前，我哋香分港享香下港我哋嘅月手上饼。嘅月饼，我哋分享我哋手我上哋嘅月啊，我饼。有变身嘅月饼啦，有冇得食月饼，有怡安嘅月饼，有度假食月饼，有阿祖儿嘅月饼，哎呀，好多有 Vinny 嘅月饼，有提阿辉啦，有阿边个冇月饼同 Alfred 攞？系啊，你搵得呢度帮我搵得人千师傅入咗嚟咗开啦。OK，依家阿尊姐未入嚟啫。OK，等我介绍下。今日咧咁难得，前边嘅几个大嘢，我帮你介绍下先啦。因为点解咧好，？OK，前边咧，我想介，我哋有请 Alpha 哥嚟
介紹下我哋嘅上上上 VVVVIP 大大大粒嘢啊！有請 Albert 哥嚟介紹。OK， 咁難得今日聚一齊啦，所以我想講一樣嘢就係咧，今日咧嘅禮物咧已經超過開成十幾份噶啦，陣間啲禮物咧係由你哋睇邊個司儀負責啦嚇，邊個負責搞？咁阿尊姐咧就會送開五支嗰個 Renew 嘅 gel， 個 Renew 嘅 gel 係幾好噶，嗰個搽咩？可以搽瘦面啦，搽健康啦。瘦面？瘦面？係啊。仲有，如果你哋愛嘅你哋嘅荷爾蒙，睇你後生啲咧，你哋可以搽你哋嘅你哋特別嘅位置嚇，特別嘅位置嚇。OK， 跟住過後開咧，阿千師傅又會送五套嗰、那個送三套嗰、那個紅酒麗蘭啊，嗰張相我 send 俾阿 Jimmy 睇先，我有 send 個出嚟開噶，我 send 個字俾阿 Jimmy 睇噶。好大份啊！嚇！陣間阿 Jimmy， 阿 Jimmy 會 show 出嚟俾大家睇啊。跟住過後開咧，我阿 Jennifer 就送三個嗰、那個三個個 eye defensor， 因為咁依家咁嘅 covid 咧，就送三個 eye defensor。跟住咧OK， 阿 Kenny 又送兩個燉電杯盅啦。跟住我咧就會送呢個係姜黃嘅番鹼同埋姜黃嘅配套啦，有打泡泡網打泡泡網嘅番鹼配套，因為依家你哋好難買到番鹼嘅配套嘅，每一個價值$200嘅一 set 嘅，有三 set， 所以陣間你哋會又會可以抽到噶啦。咁樣樣咧，未開始之前咧，我要介紹一下，因為尊姐入緊嚟，我先俾阿千師傅講先嚇。其實咧咁多朋友咧我要同大家講幾樣嘢，就係、是、首先咧，我要恭祝大家中秋節快樂啦，咁啊人月亮團圓啦。因為咧，其實呢一年咧係的確確唔係咁好過啦，因為點解咧？你知噶啦，疫情嚟嘅時候摧毀咗好多好多好唔開心嗰啲家庭嘅嘢啦。咁好彩，大家患完水嘅朋友咧，大家都仲可以呢個水幫到大家，大家仲可以連鞋。所以咧，我要呼籲大家，你哋要珍惜呢一個生意同埋呢個你嘅上司所帶俾你嘅。點解咧？因為咧，我從事喺患完水依家接近八年咗，其實真係冇一個行業我可以同你講係咪可以將大家一班志同道合嘅人一齊，第二樣嘢咧可以將大家啲咁好嘅思想湊埋一齊。咁我要講下我自己最大嘅感觸，同你哋講咧，點解我覺得呢個水真係的確可以改變你哋，可以幫到你哋，係你哋仲未夠勤力或者仲未用心去栽培你嘅下線啊！聽清楚我講嘅嘢嚇，你哋仲未夠勤力去見人，仲未有勤力去用心去栽培你嘅下線。點解咧？因為如果唔係呢一個行業 Kangaroo Water 啦，係咪先？佢的的確確係改變我成個人嘅生活啦，呢個係最緊要。你一見到啦，物質上嘅改變啦。咁第二樣嘢，其實咧一樣嘢，好多嘢嗰啲幼兒幼女嗰啲人係咪？OK， 幼兒幼女嗰啲人咧，我想同大家講一樣嘢。如果你帶到你細佬哥嚟從事呢一個行業咧，係非常好嘅開始。點解？你諗下，好似我講翻我自己一樣嘢，我最感觸最大㗎啦。如果我啦，以我一個能力，讀書唔係太緊要高啦，咁樣樣咧靠我謀生嘅能力啦，揾食嘅能力係咪？我真的很辛苦帶著我兩個小孩哥，你知道我兩個小孩哥讀書又沒那麼高，那你知道我兩個小孩哥是誰啦，一個 Vinny 一個 Kenny， 讀書又沒那麼高。你想想如果我給他外面做工，是不是又不夠那些人啊勾心鬥角那麼厲害？你知道我外面打過工很多年，我知道外面打工呢很多的公司都會大蝦細啦，第二樣東西就會但會還有很多東西，還有很多東西裡面公司的 politics 啦，你不要那麼容易生存的。但係咪上咪變咗？如果佢哋愛好似我咁樣坐社會打過一段時慣開，係咪變咗你成個嘅本質啊？你嘅本質會俾個社會磨練到，係咪冇咁冇咁單純 ，and then 比較精靈，或者係你會導致你好易會變質，比較狡猾。變咗係咪我坐社會打過咁耐，我知道坐個公司係咪坐低層爬到高層，或者同人哋做生意係咪會好多嗰啲磨練啊？如果啲咁後生嘅人啊，讀書唔夠深，或者社會嘅歷練唔夠深啊，你將佢啲嘢打去掟入個社會，但係亂光係咪？佢哋唔夠呢啲社會冚噶，好快就會俾嗰啲好奸嘅啲人啊劈埋一耳光啊，淘汰咗嘅，知道冇？
咁樣點解我要同你哋講樣嘢？點解做還原水？做咗還原水係咪？我唔需要擔心我啲細路哥幫人哋打工，我唔使擔心我啲細路哥會唔會俾人呃啊，會唔俾人啊利用啊，或者會唔會啊受唔誒唔夠人哋鬥啊，或者係咩？因為點解我唔係講唔俾佢哋磨練啊？係因為佢哋嘅思想根本都冇咁樣要奸，冇咁樣狡猾啦。你為咗揾食嘅嘢啊，我變到咁狡猾嘅嘢係咪？係一個好嘅好大嘅厭烈誒嗰個厭光啊嚟改變你啊！點解我到今時今日咧，再講一樣嘢，我發覺我一樣嘢，就算我坐社會打滾點樣嘅咁耐都好，我有表示我有留翻我一本嘅真咧，係因為我以前我好細個嘅時候，我初中五嘅時候咧，我已經參加嗰啲好嗰啲教會啦，一貫道嗰啲一貫道一貫道啦，再加上我一直嚟我同呢啲人有嗰啲聯繫啊，所以我知我只講我無論我做啲咩都好咪，我有一個底線。我唔會再講會傷害人哋，我亦都唔會講攞你哋啊嚟上位咁樣樣啊，知道冇？只要我靠你哋嚟上位，咁我講翻呢樣嘢睇下，好慶幸係咪？你哋如果你哋做到還原水嘅話，你哋又可以唔需要可以幫我減嗰啲雜音好，唔需要到咁辛苦，你擔心呢啲細路哥啊，俾社會人欺凌啊，俾社會。或者仲有唔係一樣嘢，就佢好辛苦會爬出位，尤其是依家咁嘅時勢，馬來西亞不嬲都知道一樣嘢，大學生出嚟嘅人工唔會高嘅，兩三千蚊嘅啫。如果你愛七八千、十幾千，愛捱幾多年咗係咪？所以咧，近景獲得係咪的的確確可以將你無論讀幾多書，唔係呢個生意嘅平台唔計較你係讀書多讀書少係咪？最緊要係咪成個 network 係一個平台，一個好正面嘅平台。因為水邊個都會愛，再加上呢個平台咪大家嘅理念好係咪？將嗰啲一般上你哋嗰啲新媽嗰啲好嘅理念嘅人，好似千師傅啲人啊，幫我哋大家一齊帶入離開嘅時候咪，大家嗰啲心態好嘅時候咪，將呢班心態好嘅人咧志同道合咁樣樣啊，做一個生意啊，咁樣樣導致到係咪？變開我意思嗰樣嘢就係、是、你唔會太擔心還原水嘅人，我可以同個還原水嘅人係咪基本上闖我呢個 team 啦 ，two hell 啦，陪翻個 team 咧，唔會點樣大奸大惡，亦都唔會嗰啲勾心鬥角太緊要，唔會嗰啲勾心鬥角啊、大奸大惡啊，甚至到係咪你只要你勤力做，你將人帶入嚟嘅時候，你可以開拓到你嘅生意，亦都唔需要受到呢個社會大染缸嚟感染啊！呢啲係我所過經歷㗎。如果你愛你嘅細路哥，我仲補翻字。當日咁一點嘅純真係咪？呢、這個生意係值得你。不但止我嘅生活環境已經改變咗啦，當然啦，我都冇再憂心咁多啲生活啦，憂錢憂慮嗰啲嘢。最緊要開心嘅係咪？我可以同我啲細路哥一齊做呢個生意，亦都最好開心嘅係咪？可以同你哋呢班咁樣樣嘅夥伴志同道合嚟經營呢個生意啊！所以呢啲係咪你係有錢你係買唔到嘅嘢 ？And then 你有錢買唔到，仲有一樣嘢，就算你出去做工嘅時候，咪當你做到高高在上嘅時候，咪你一定做到好多啲勾心鬥角，要好多嘢身不由己。你為咗爬上位嘅時候，你將好多人傷害咗。但呢個生意咧就基本上佢嘅傷害已經減到一半啦。所以還原水同埋 True Health Life Profile 同埋我哋 AC Group 係一個好好嘅。好純真，好有熱門話熱誠一個好正面嘅生意啊！多啲嗌人嚟參與啦，好冇啊？咁依家咧，我要介紹下我知道我幾個上司都入咗嚟啦。首先，我要俾我介紹下我哋嘅大嘢先嚇。阿津姐未入嚟咧，我想先介紹下阿邊個我哋嘅千師傅啦。咁等我介紹下千師傅有咩咁好咧？千師傅咧，我同你講樣嘢係一個好無私、好大公無私嘅人。呢啲係我由心講嘅，因為我做過傳書，我跟住佢嘅來嘅時候，咪佢教我哋嘅成個團隊嘅時候，咪係冇分即係講你係無論係 under 邊個 group 㗎，總之係你係我 two help 嘅，佢都好全心全意嘅，將個嘢毫無保留咁樣嚟教我哋。咁第二樣嘢就係千師傅喺度教嘅時候，我跟咗咁耐，我知道成個人啊，佢係正面 ，and then 最緊要一個好一個大方向嘅上司，正面啦、無私啦 ，and then 兩夫妻都好用心 ，and then 再加上佢哋有我哋嘅耶穌基督愛嘅博愛嘅理念融喺呢一個團隊嘅時候，咪
所以整個人你 feel 到喎，成個團隊係好真實、好真實㗎。你 feel 到成個團隊係咪好有血、好有肉 ，and then 唔會奸奸蛇蛇嘅？呢啲係覺得我最中意留咗咁多年㗎。而且我一直要保留大家，做咩一定要？你哋要追隨你哋嘅好嘅上線，仲有咪你哋愛培育你哋嘅下線，成個團隊就會成長㗎啦。嗱，今日咧我又嗌千師傅咧嚟同大家講呢幾個肺腑之言啦，啊！你哋有見到佢兩公婆好靚嘅相嘛？我 po 出嚟嘅頭先，靚到靚到咚一聲，到爆一聲嘅。阿 Jimmy， 我將嗰張相你 po 出嚟，陣間俾大家睇下。依家咧，我要俾你介紹下我成個 True Home Life Profile 嘅教主係千師傅創辦嘅啦。咁我介紹阿千師傅開咧，跟住咧，我再介紹千師傅上邊嘅上司阿俊姐，因為俊姐同阿 John 哥未入嚟嘛。咁樣坐呢個感恩之夜嘅時候咧，大家有咩祝福要多謝阿千師傅同埋阿師母嘅，可以打喺度嚇。唔愛加州你講話，依家我將呢啲時間交俾我哋嘅千師傅同埋我嘅師母你，唔該曬，掌聲嚟歡迎兩位。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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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中秋節去做啲咩㗎？唱歌㗎？唔使啊。Alfred， 你 mute 咗聽唔到，聽唔到你講話 ，Alfred。你哋大家俾啲玫瑰花嚟歡迎呢對夫妻好冇啊？做咩你哋冇掌聲冇玫瑰花噶？有啊，Christina 有俾玫瑰花，有五朵啊！有。OK，Hello， 大家好 ，OK， 啊，你哋食飽未？我哋啱啱正話哋食飯嚟 ，OK， 唔知佢講咩喎？中秋節，但係啊。不過是這樣的，你那裡的月亮圓沒說我們這裡都很圓的、okay? 其實、馬來西亞這一兩年、太多負面的新聞了，真的太緊要多負面的新聞了，你看你開報紙看都沒什麼好東西你去看政治都沒什麼好東西，真的沒什麼好東西，但是報紙上冇咩好嘢，冇咩好嘅新聞，係咪？但係我哋自己可以創造一啲新聞，我哋自己可以做一啲多啲幫到我哋嘅國家嘅嘢啦。我哋做好我哋自己嘅本分，幫助我哋身邊朋友，幫助我哋身邊嘅朋友。呢啲係我嘅能力可以做嘅。嗰啲有好多好上邊嘅嘢，嗰啲政治嘅嘢，我哋做唔到。做唔到嘅話冇相關，但係我哋可以做到我哋身邊可以做到嘅嘢啦。所以呢個 True Health 呢個 Kangen Water 呢個生意其實有一個好好嘅機會。佢唔單止係俾我哋可以改變我哋自己生活啦，其實佢係唔單止改變咗我哋嘅自己嘅經濟之外，但係亦都改變咗我哋好多人啊做嘢嘅方式啊嗰、那個理念係咪？因為你如果是人是響呢個近緊我做 business 嘅，你是響到嘅。比如講，你每一個禮拜你嚟上課，你聽到嘅係咩？你聽到係咪就係呢啲正面嘅嘢啊？係咪就係點樣樣去幫助人嘅嘢啊？點樣樣幫助大家，幫助大家互相幫助先至可以成長啊？你係咪聽到好多好多師傅啊，或者係嗰啲 upline 啊？上線啊！佢喺嗰度教我哋，鼓勵我哋一齊成長啊，係咪啊？咁呢啲環境係咪冇幾多咯？喺出邊，咁我哋大家好多人唔同啦，做過工啊，或者係打過做過生意噶。咁有時候喺生意上，邊係咪有一句話叫做話你死我亡？係咪？即是話你鬥啊難免噶啦嗰啲嘢。好多已經有咁樣嘅嘢嘅，因為商場好殘酷噶嘛，好現實嘅地方嚟嘅，係咪？揾食嘛，所以有啲人講揾食冇辦法啊，所以呢一句話冇辦法啊，就好似全部咁樣做都係啱嘅，即係為咗自己去生存啊，點樣樣做都係啱嘅啊。以前咧，我哋嘅工作環境或者我哋生存嘅嗰個環境係咁樣樣嘅，但係響雲元水呢個生意入邊係咪唔係咗喎？唔係咗喎，變成咗我哋轉咗喎。咁唔係淨係你喎，因為你每一個人上到嚟係咪都係咁樣樣嘅，已經變成咗我哋嘅一個理念，
變成了我們的一個怎樣說，一個文化，變成了一個文化，一個理念，是不是說的時候叫做理念，但是大家一起做的時候又叫做一個文化，是不是？所以我們兩公婆呢就很開心，其實響呢十年啦，真係十年啦，九年幾啊，差唔多接近十年啦，係唔係響遇到呢個還原税啊，賺到最多嘅唔係講錢，錢係有賺到喎，但係最多賺到嘅都係好多朋友啊。咁其實我睇下呢度係咪成個 group 入邊啊，好似應該冇幾多個係我識嘅，唔係喎。即是話我哋以前係唔識嘅，呢啲都係還原税入邊嘅朋友，包括 Alfred 啦。Alfred 佢都係我哋還原税嘅朋友啦。咁好似比如講 Alfred 咁樣嘅嘢，佢成日講上線點好點好點好，但係有冇諗到係咪？佢係真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下線，但係佢一個領袖喎，佢自己係一個領袖，佢出得場面嘅，獨當一面嘅一個人嚟嘅，但係佢可以。咁樣樣虛心嘅話，點樣樣去做一個之前好謙虛嘅成日係咪？成日就係好謙虛啦。咁樣先至係好難得嘅。咁所以我講向呢個還原税入邊係咪？嘅呢個生意呢個整個組織入邊最難得係呢一部分啦。真係最難得，唔係真係身體上嘅健康，亦都唔係淨係呢個經濟上嘅金錢上嘅健康，但係最難得係最出邊最難揾到嘅就係心靈上嘅健康。咁我就真係好鼓勵大家睇清楚呢樣嘢啦，多啲將捉住我哋呢個理念，將呢個理念變成一個文化。用每一個人都是這樣用的做法，是不是？嗯，對，因為我們可以現在就是因為這個生意，所以我們可以用我們自己要的方法來做這個生意。怎麼說，就是說我們除了是賺到錢，大家都是做一個生意最重要是賺到錢，所以還原税可以給到我們的東西，再過來是如果你可以幫到人可以身體健康更加好咯。所以但是我們最重要的就是 when 你去不會去用你講衰人的方法來做生意，這個我們可以做到在這個生意裡面也都可以做到更加好咯，因為是positive 的東西嘛。 So that 這個變成一個 culture 啦， It's a culture 文化咯，在我們的團隊裡面咯。好 okay, Alfred， 到你啦，拍時間俾你啊！我哋俾啲掌聲，送啲花俾我哋好嘛 ？OK， 多謝孫師傅，孫師傅，多謝阿孫師傅同我哋嘅師母嚟出席咗，咁樣樣佢哋真係好有心啊！其實咧，我係諗實嗌佢嚟講幾句説話嘅啫。然後他就看到我們送東西這麼多辣椒多，他一定要送的，你知道的，做大事就是這樣的了，很多東西呢看到你下面有送呢，他就會做給大家，所以呢是非常有心的。所以我們想大家再給一個多謝我們的千師傅好不好，你大家幫我說個多謝給他，給他再送個花給他。OK， 現在呢我要介紹一下盡量將這個這樣的理念延續下去，因為呢你大善的時候，你好像千師傅那樣，你愛無私，只要講一件事， 你每行一個步驟都好，是整個是為大局，為整個團隊是前提的，知道嗎？不是我做的事，如果你做一個上面的人，你做每一件事是為了你自己先，是不是？你很難帶大家團隊， and then 你根本可能坐個 network 生存，因為一到你嗰度嘅部分嘅時候已經中斷咗，唔可以再延續下去咗。OK， 所以我多謝先師傅。咁第二樣嘢咧，我哋都要多謝要邀請下我哋嘅成個我哋嘅幕後我哋嘅超級上線啦。
咁你都知道佢係邊個㗎啦？佢咧就講緊佢嘅例子，就係因為佢一直嚟咧都冇咩出現錯我哋嘅線上啦，會冇咩比較少露面，除非咧你哋有陣時要逼不得已嘅時間咧，你嗌佢露面咧，佢都會露面嘅。咁儘量嘅都比較少露面，佢做好多幕後嘅嘢，但係幕後嘅嘢唔代表冇做嘢嚇，佢做嘅嘢仲好多添，默默嘅不斷地支持成個團隊嘅運作啦，無論坐書本啦。你係書本文書啦，資料啦，佢又分中文啦、英文啦，甚至馬來文啦。等你見到你個 WhatsApp 冇，成日朝一次吩咐一次，晏晝差唔多要開場又吩咐一次，臨晚黑嘅時候又吩咐一次嚟叮囑大家。佢自己咧有時你知佢有陣時行動冇咁方便嘅，佢都為咗團隊勞心又勞力嘅。你因為個團隊出錢又出力嘅，係咪先？咁有啲人係有啲人可以坐，好似我哋坐慣線上講啦，坐上台面講咧，佢咧就比較默默地咁樣做俾我哋大家。然後咧，佢係今日我哋咧 S Group 邊咧最高嘅領袖啦，就係我哋今日阿 Bryce 啦。咁樣樣咧，我將呢啲時間大家要邀請我哋嘅上線出嚟嘅時候咧，佢咧就今日都有俾 lucky 多大家啦，又送呢、這個呢、這個你哋好中意啊，成日爭到頭不壓，你又擎緊枕頭啦，佢都有送俾大家。咁樣樣咧，就依家咧，我要請啲時間俾佢講大家，向大家講多少祝福嘅詞句，嚟向大家講幾句説話啦，好唔好啊？咁呢張時間我交俾阿 Brian， 大家送啲玫瑰花俾佢好唔好啊？送啲花俾佢好唔好啊？聽。好，大家晚上好，好開心今晚喺線上可以見到大家，大家中秋節快樂哦！就今晚嘅宴會咧，就係、是、又有 Fred 啊、Jimmy 啊、Yanni 啊、Melvis 啊幾個大領袖咁樣樣，好用心用力咁樣去安排一切啲活動，仲籌備好多節目啊、禮物俾大家啊，慢慢嚟欣賞啊。今晚咧就仲有嗰啲歌星啊，再做表演哦。希望大家今晚玩得開心啲，嗬啊！在工作上咧，就希望大家努力啦，再加油加油 ，OK， 大家玩得開心啲啊 ，OK。再另一個我哋嘅另一個啦，我哋嘅上線咧，唔係嘅上線啦，亦都係你哋嘅上線啦，亦都係我recruit。我的團隊的下線啦，然後呢，他就講一樣嘢啦。今日咧，我有邀請到佢為大家講，咁我介紹下佢啦。我對佢嘅睇法同大家睇法係唔一樣咧，就有少少就佢咧就冇咩好要好大嘅主見。咁第二樣嘢咧就做嘢時咧就會好混啊，做嘢即係講一樣嘢，成日俾你個帶嘅信息啊，成日方向好唔明確。咁我但係好明確，唔代表佢唔可以坐華賢水做成功嘅喎。佢有一顆好好嘅善良嘅心啦，心底好好啦 ，and then 好注重人情味。呢樣嘢咧係我未做華賢水之前，我識得佢開嘅時候咧，即係講一樣嘢，就算你介紹乜嘢俾佢都好咧，無論佢鬆唔鬆動都好，如果佢鬆動，佢會支持你多啲；佢唔鬆動咧，佢就會睇下盡量有少少都會應酬下你，佢保持呢個人情嘅味。呢啲就係人生嘅一個做人嘅啲做咩真善美嘅之目，你坐佢身上會睇到呢一樣嘢嘅。仲有好多嘢，當事情發生咗去咧，佢都會自己犧牲啊，幫大家，我幫大家特諗啊之目。成個團隊入邊咧，佢真係雖然講係目前咧，佢做到係冇咁理想啦，但係咧佢嘅銷售都係非常之好啊。人哋佢呢一種咁嘅典型，呢一種佢嘅心態係咪其實係非常之啱？運用了你們每一位下線，就因為他有這種這心態，是不是？所以 他今天都可以成功坐華賢水的時候，他都可以享受每個5000元美金的。那這個呢，這樣你都知道是誰，不用我特別介紹的了。因為我們有請我們的 Jennifer 來為大家講一下祝賀語。 Jennifer， 是可以說中秋節快樂，大家身體健康
万事如意啊，但是我很开心，很开心在这边和感激所有的一切，感激所有的一切，就是伙伴们的一路以来的陪伴和这些和得到我一路这几年里面的成长这么好，就是我也不大会说什么，不会讲是表达的人哈。你看我也是可以达到这个心愿，我相信你们大家哈，就是一级棒的，也是大家的领袖，也是很就是比我更好的了。就是说哈，我也不会表达很多东西的人，就是这么简单的人哈，也可以达到这个目标。我希望大家一起加油，跟我一起跑这条路哈，肯定你们一定会达到我的这个成绩。所以希望今天哈中秋节，你们的心愿就是一样，心想事成。所有的伙伴们上线就是Brian 啊 ，TrueHelp 9.5 啊 ，Alfred 啊，还有螃蟹，所有的我们的伙伴，就是你们，就是我的好榜样。就是我不是你们跟着我跑啊，是我跟着你们后面去一起配合哈，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事业。我相信你们也是很快很快，就是每一个人也是达到这个心愿的哈。就是好像我现在的疫情间里面，很多人都很辛苦哈，就是很多人很辛苦，就是不可以有很好的一个就是经济上的能力哈。但是我跟 Alfred 啊，还有 Kenny 啊，还有我们身边的很多的伙伴们哈，肯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所有的经济能力。就是希望你们看好这个事业哈，是永远是陪伴我们一生一世的啊！加油，大家加油！谢谢你，谢谢。可能大家讲啊 ，Jennifer 讲，点解呢个生意系一生一世咧？因为咧 ，Kangen Water 呢个生意咧，已经系大概系有坐马来西亚接近50年咗啊，半个世纪咗。日本咧有好多成百年企业啊，有上百年嘅啲企业之冇。咁样样咧，呢个生意咧，即系讲的确系咪？如果你跟住会做，你会挂沙到俾你嘅细路哥。因為公司嘅方向不嬲都係講唔係做咗今日開啊執一粒啊就收咗去換第二個嘢出嚟噶，唔係 money games 啊，佢咁希望係做得長遠，做長遠嘅，咁希望咧俾你哋豐衣足食啦，從一無所有到從一無所有到一無所缺，到一無所缺嘅時候，讀以豐衣足食啊，咁樣樣咧，依家咧我介紹另一個高層嘅咧，跟住咧就係你哋知道啦，成個幕後嘅時候咧，成日好。好緊張噶啦，好似我啲性格有嗰啲緊張性格噶啦。每一次咧就你哋嘅所有嗰啲 artwork 啊，包括除咗有 Jimmy 啦，咁樣你哋電腦嗰啲嘢，咁我電 Jimmy 係近期轉呢個 Connaught Center 轉出嚟嘅。咁近期咧就係之前一直嚟都係由佢嚟派啦，即係講你哋每個拜三噶，還原水之多啲都係一二都係佢策劃噶啦。初初未出你哋近跟呢個。創樂未有嘅時候咧，你哋啲填方問題啊、攆貨問題啊、借貨問題啊、commission 啲咩問題嘅時候啦，一切嘅問題咧，大大小小咧，佢都係幫你包辦住嘅。咁我用咧一個，佢係一個比較內向，比較坐屋企多啲，多過好似我性格比較外向，中意周圍走，中意親朋友，佢都可以做到成功呢個事嘛。这个性格是他还成功过，因为他只是三十几岁就可以达到这个六一二三的阶段了。你们那些还没达到的是因为你们努力不够，还有你的方向未够，还有最重要是你们要栽培你下线，抵得想将你下线带起上来去。那为什么你看到我要将 SC Group 要搞到这么多活上到六一二三，或者
咁多，因為我哋多上開級嘅唔係，我哋有多啲嘅資金嚟栽培下一個downline。其實喺呢排點解我哋咁多活動可以搞，咁我仲有咁多啲禮物會送俾，因為我哋資金多咗開，我咪將呢啲回翻俾你哋開，等你哋更加揾好容易揾食，因為我知道依家係揾食唔容易，有多啲獎勵嘅嘢嚟激勵你同埋鼓勵你嘅下線嘛。咁樣咧嗱，所以咧一步步嘅行過嚟開咧，咁呢段時間咧，我將呢、這、一個你哋成日嘅。你哋有要做咩？要做誒？你有咩事都揾佢噶啊？電腦嘅嘢，心媽佢負責嘅，以前嘅 poster 佢負責嘅，啊啲廣告佢負責，嗰啲 slide 心媽佢負責嘅嘢嘅。第一，我將呢個時間我交俾我哋嘅新進嘅6123 Kenny Chan 同大家講，嚟大家掌聲俾歡迎下佢，唔該曬。開場。OK， 大家好，我是 Kenny Chan 啊，很难得今天就是一年一度的8月15日，就是中秋节了，也是在此呢，就是很谢谢 Alfred Chan 的刚才的介绍，就是这个环游水的平台是非常的好，尤其是它可以把这个水的事业呢传承给下一代了，也让我们呢有这个财富自由、身体健康啊，还有就是心灵上的健康，所以呢在此呢祝福大家呢就是阖家团圆乐无边啊。赏花赏月呢，想团圆。OK， 中秋节快乐，谢谢大家。黑龙花啦。OK 啊。咁样咧就我就冇咩讲，希望大家今日会有一个愉快嘅晚上啦。嗰啲礼物咧尽量送出去啦。咁我有三份啦，Kenny 两份啦 ，Jennifer 三份啊。跟住过后开咧就阿 Bryce 有三份啦，跟住阿千师傅有三份啦，好冇？等阵将呢啲嘢会送出去啦。阿俊杰头先 send message 过嚟 ，last minute 有啲事情吓，有啲急事开，所以佢唔嚟得，冇想讲，因为有啲嘢佢要发生诶嗰度。等咧未开始我哋今日嘅呢个中秋 Zoom 嘅晚联欢线上嘅会议系咪？咁我要请呢段时间 Jimmy 将我一首歌送俾大家。呢首歌咧系我成。整个嘅心路路程，因为咧从经过好多风波风浪嘅话咧，都可以一一度过嘅。希望大家都好似我咁样一齐向前行啦。送俾大家《漫步人生路》吓，唔该晒。亦不怕心磨乱，愿一生中苦痛快乐也体验。愉快被爱在身边转又转，风中赏雪，雾里赏花，快乐回旋。无用计较，快欣赏身边美丽每一天，还然确信美景良辰在脚边。愿将欢笑声盖掩苦痛那一面，悲也好，喜也好，满天找到新发现。让疾风吹呀吹，尽管给我两巧言，小雨点，狂心洒，早已决心向着前。亦不怕受磨练，愿一生中苦痛快乐也体验。愉
快被爱在身边转又转，风中赏羡慕里赏花快乐回旋，无用计较快欣赏身边美丽每一天，还然确信美景良辰在脚边，愿将欢笑声盖掩苦痛那一面，悲也好喜也好满天找到新发现，让疾风吹呀吹尽管给我量考验，小雨点放心洒早雨决心向着全，多谢晒啊！真系好听啊，电晕啊，俾你电晕啊 ！OK， 我将呢段时间交翻俾我两位司仪。今日咧，尽量咧，你哋有咩礼，希望你哋会幸运攞到你哋嘅礼物啦。咁我将啲时间交翻俾我哋嘅司仪啦，希望大家一个中秋节愉快嘅晚上吓，你将啲时间交翻俾你两位。好咗。哇！你好精彩咧，听过 Albert 哥唱歌啊，心都俾佢冧晒咯，再唱多一首啊，头晕低咯，冧到晕低啊！系，真系实在太紧要啦，太犀利啦，你唱到我俾你电晕啊，差唔多咁滞啊！所接落嚟咧，就邀请所有出席嘅我哋嘅还原水伙伴，将你哋嘅镜头打开，我哋嚟影一张大合照。啊、今天我們又就來拍一張大合照了，所以將你們所有的鏡頭打開，麻煩 OK， 打開你們的鏡頭之後 show 你們的月餅，食剩的月餅，未切的月餅、要有月餅、月餅是配角來的、沒有月餅的快快去拿月餅是啊，那我這樣拿著啊，證明你有今天是過中秋啊！啊，拗拗緊一半嘅就冇再拗啦啊！定住先啊！師傅村講中秋節我做咩啊？中秋節就係愛食月餅咯。啊，因為大多數喺室內，我哋就唔愛點燈籠啦嚇，攞月餅月餅。Okay, 大家准备好未？我睇到有啲未开镜，阿展咁靓女唔开镜边度得啊？啊，开镜头 ，yes， 开镜头。OK， 我哋呢度有亮面啊，所以要影两次嘅，嗬、啊。收准备啊 ，Mr. Bryce， 阿 Bryce 好似冇喺。阿 Bryce， 我哋嘅大大领袖、幕后领袖 Bryce， 睇唔到你个样啊！看不到你的样子，我们不影的了。Sorry, sorry. Bryce 拿月饼等等。OK， 还有谁还爱拿月饼的？怎样去换那个背景？哇，现在换背景。应该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我的时候。OK 啊，准备啊，靠刀啊！我而家数一二三，你哋停一下，影第一张啊！睇住镜头 ，show， 一、二、三，耶！谢谢啊！好，连环，继续继续，唔好停啊！我第二面，我哋有三面啊，一、二。三 ，OK， 仲有一面啊，一、二，全部唔好喐，全部唔好喐，睇镜头，一、二、三 ，OK， 好。
你又睇到我哋个字面。你好靓女，又 wish 我哋师影到好靓女。冇办法，我天生丽质，天生丽质系捽唔甩嘅。系露丽定系丽质啊？天生丽质捽唔甩啊！好劲，好劲啊你！所以大家靓相影咗啊！明年个中秋我哋都再嚟影一次啊！接落嚟咧，我分享系咪？谢谢你。呢度线上嘅朋友知唔知道中秋节嘅来源啊？耶！耶！耶！Melvis 听唔到你嘅声咗。接落嚟咧，大家知唔知道中秋节嘅来源系咩啊？大家知唔知道啊？有冇朋友知道啊？环联水嘅伙伴有冇人知道中秋节嘅来源啊？有嘅话咧，就请写喺你哋嘅 chat box 嗰度，俾大家知道点解我哋中秋节爱食月饼啊？我哋爱打低蒙古人，我见上我，我见上我啊，系咪咁噶 ？Melvis， 你冇改你嘅 background，Melvis。我个 background 又系改唔到噶，因为我呢度系又系天生丽质噶，呢个地方。I'm too sorry。那天讲那个中秋节是谁射那个太阳鸟啊？娥姐奔月啦，呢度写娥姐奔月啦，唔系嫦娥奔月啦，系娥姐奔月。啊，有啲人写，有啲朋友写系月饼款式。阿郑生，郑生，郑生，你知唔知道啊？月饼嘅来源啊？啊，接落嚟咧，我哋又邀请我哋嘅吉祥米，吉祥米煮面。帮我哋放播一个中秋节来源嘅 video 俾我哋知道啦，有请我哋嘅吉祥米，吉祥 ，OK OK， 中秋节。每年八月十五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关于中秋节的由来，还有一个传说呢。在很久之前的一天，天上突然出现了十个太阳，水流都合了。庄稼也晒死了，老百姓眼看就活不成了。这件事情惊动了一个名叫后羿的年轻人，他决心帮助老百姓摆脱困境。于是他勇敢地登上了昆仑山顶，射下九个太阳。后羿对最后一个太阳说：从此以后，你必须按时时升起，按时落下，不准再危害百姓。最后一个太阳吓得直发抖，赶紧答应下来。后羿解救了全天下的百姓，受到了人们的尊敬和爱戴。不久以后，他娶了一位美丽善良的妻子，名叫嫦娥。后羿英勇的事迹吸引了很多人来拜师学艺，庞蒙就是他的弟子之一，但后羿便不知道他是个大坏蛋。有一天，后羿路过昆仑山，碰到了王母娘娘。
娘娘给了他两粒仙丹，说这仙丹吃掉一颗就能长生不老，吃掉两颗就能立刻成仙，以保护百姓有功，这仙丹就送给你吧。后羿舍不得吃掉仙丹，就拿回家交给妻子保管，不料却被彭蒙看到了，这个坏蛋就打起了仙丹的主意。有一天，后羿带着他的学徒们一起出去打猎，彭蒙假装自己生病不去，留在了家里。后羿带着学徒们走后不久，彭蒙就拿出剑闯入屋子里，恶狠狠地对嫦娥说：哼，把仙丹交出来。嫦娥知道自己打不过彭蒙，她心想，彭蒙是个大坏蛋，绝不能让仙丹落到他的手里。于是他冲到屋子里，拿出仙丹，咕噜一口就吞了下去。嫦娥吞下仙丹，她慢慢地飘离地面，朝天飞去。嫦娥就这样成了神仙。他祈求王母娘娘让他离人间近一些，王母娘娘说，月亮离人间近，但是那里十分寒冷，你愿意去吗？嫦娥坚定地说，我愿意。后羿想去找彭蒙报仇，但是这坏蛋早就跑没影了。痛苦的后羿仰望着夜空，深情地呼唤，我的妻子。突然他惊奇地发现月亮上好像有个身影在晃动，咦，那不就是嫦娥吗？他没有看错，那是嫦娥在月宫里朝着人间张望，正寻找后羿呢。后羿连忙让人在月亮下摆上小桌，放上嫦娥平时最爱吃的鲜果和月饼，向月宫里的嫦娥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百姓们听说这件事后，也在月亮下摆上点心和月饼，向善良的嫦娥祈求吉祥和平安。后来每逢八月十五，人们都这么做，就演变成了我们今天的中秋节。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个故事啊？知不知道啊？苏接落嚟啊，好感动啊！苏接落嚟，我哋有一个猜灯谜嘅游戏，我开始啦。所以所有嘅朋友准备啊 ！Melvis，Melvis， 猜灯谜之前，我哋有特别奖，就睇头先有冇人专心听啊。OK， 特别奖。OK， 有特别奖啊，苏。大家準備好未啊？你哋 anytime 可以開你嘅麥，可以答呢個問題，就關於頭先個 video 嘅啊，好難噶呢個問題啊。OK， 大家準備好未？大家準備好嘅話，俾我三個一得唔得啊？我想睇下有冇三個一啊。啊，大人小朋友都可以玩嘅喎，我哋嘅遊戲全部大人小朋友都可以玩噶。大人小孩都可以参与的，我们的这个 OK， 我看到很多三个一了啊。你们知道答案，第一个打上这个答案上来，或者是第一个开麦讲答案的，我们以我们所听到的答案为准啊。有两份礼物这边哦，总之就是很丰富的礼物啦哈。OK， 好，
第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多少个月亮被射下来了？九个。OK OK， 打字很快啊。没有。Oli， 我看到 Oli 在 chat box 里面是第一个。九个。OK。没有。OK， 没有。OK， Oli， 恭喜 Oli，Oli 在哪里？可以开一下你的 camera 吗？九个被射下来了。没有，要打字嘛。OK， 我自己就诱惑了我自己了。要打字还是？OK， 我们的几个裁判一致决定。十一个。OK， 我们裁判一致决定 2A 的爱秋塔，好吗？爱秋塔。阿秋塔是赢了我们这个礼物的，因为刚才我问的问题是多少个月亮被射下来，是没有月亮被射下来的哦。对，所以恭喜阿秋塔，可以写上你的名字吗？第一个。OK， 那么呢，是由我们师傅亲送出的 hamper 一份哦。OK， 恭喜。爱秋大 ，OK， 接下来你们跟我们联系一下，我们会安排这个礼物给你，好不好？好，我觉得打字会比较快啦，你开麦，然后你要讲会很乱，你打字最快打字 chat box 里面打到的话，我们以第一个为准啊。好，Melvis， 你讲咩？我听唔到。你有讲嘢冇？就系一个奖品啫，而家系咪特别？仲有一份，仲有一份，仲有一份。啊，仲有一份。系。仲有一份。系啊，问问题嘅。而家。而家你问佢咯。系。好，你闩麦先啊！我而家现在给你们这个问题就是，好，刚才射月亮的是谁？没有人吗？对不对？射太阳啊，才对吗？对不对？射太阳的时候，他站在哪一座山上面射的？龙宫山。哪一座山？OK 啊，我看一下啊，有没有看最快？对啦，就是啊，射太阳那个叫后羿，但是在哪一座山？有个系啊，其实 OLY 都 OK 啦。啊 ，OL。如果是以我们这边一致决定了哈，最准确的就是 Aaron Ngoi 对吗？ Aaron Ngoi 不是 OLY， 他没写山吗？是吗？昆仑山。OK， 那么正准确的答案是昆仑山啊，这是再接再厉啊。 OLY 你是很快，但是差一个字太快了。你 Aaron Ngoi。OK， 你拿到的奖品是第二份的这个Alfred 的 Alfred 的样子。OK， 是由我们 Alfred 送出的礼物。OK， 谢谢。那么呢，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麦克风交回给我们的主持人 Melvis， 谢谢。OK，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来开这个灯谜游戏了。灯谜游戏一共有15题啊，所以请你们把你们最快的答案快的写上圈圈那边，我们就等待 Jimmy 来把问题放出来，让大家来猜一猜。人家会来，我们也会。我电话来了。OK， 大家好，我再跟你补充一下，这个猜灯谜是怎么玩。猜灯谜就由我们这里呢会放一个影片，那个影片里面就会发放问题啊，它是广东话的粤语啊，我们叫广东话。那么呢，大人小孩也可以玩，怎么玩？我们以这个 chat box 的回答为准，怎么为准呢？第一个答对答案的就有一分 ，OK。那么呢，第一个答对的话有3分，
第二个答对有两分，第三个答对的话排着去啊，就有一分、三分、两分、一分。那么呢，所有的问题问完过后呢，我们会记录前三名哦。他最高的分数呢，我们这个猜灯谜有三份奖，好不好？有三份奖就由我们的上面的leaders 啊，所有 sponsors 的礼物、赞助的礼物，你们都会得到这个礼物啊，得奖的啊。那么如果猜灯谜的没有上榜或者没有赢到礼物，我们接下来还有更好玩的、更简单的，等你们去赢取这个礼物，好不好？好，事不宜迟，你们现在吃饱喝饱，就在动动脑筋，我们就要播我们的猜灯谜，好不好？头一名拿三分，第二名拿两分，第三名拿一分，总数加起来我们会记录下来，然后公布答案哦，在 chat box 先到先得啊。好，感谢，开始。大家好，欢迎来到 VNT 轻松小宅，今日同大家一起玩中秋猜灯谜。内里中空，上不怕女，下不怕火，猜一用具。好，苗威生，你问一下，苗威开麦。OK， 铜皮铁骨，内里中空，上不怕水，下不怕火，猜一用具，到底是什么来的呢？这种很难猜的那种。我有听清，有听清楚吗？我。好，我们现在公布答案。答案是。答案是锅。OK， 我们的答案出来了啦，谁最快啊？林一晶，你妈妈。OK。答到答案的谁？这么是马来字的？锅，对呀，他没有错吗？锅是马来文哦。啊，对呀，没有错。没有错 ，OK， 我们这边是接受锅。那么呢，这个东二林玉晶是拿三分，我们记录下来好不好？再下来，西父亲沃涛，西父亲两分，修范拿一分，接下来的全部再接再厉啊！好，接下来我们事不宜迟，我得回评。有远有眼，有长有阔，白天空闲，夜晚上。上班，猜一物。OK， 我就以华语来报告啊。有软有硬，有长有宽，白天空闲，夜晚上班，猜一物。猜猜看是什么呢？有软又有硬哦，有长又有宽哦，白天空闲哦，晚上才上班的哦。好，我哋而家去片。答案是。答案是床。答案是床。OK， 我们看一下啊，第一个是第一个表是美音欧丽是吗？哦，中了中上啊。美仪第一个，第二个是林玉晶。叶太好犀利啊，叶太。
第三个是 OLY， 对，很多人写月亮啊，月亮不对，月亮不对。啊、OK， 好，越来越刺激了，越来越刺激了啊！后面很简单的，越来越简单，好不好？你那有硬的吗？有硬有 soft 的吗？有摸过月亮冇啊？月亮唔啱 ，OK， 好，我哋而家继续去片。黄变白，圆变方，能做菜，能煮汤，软绵绵，营养高，猜一食品。OK， 我就以华语来讲哈，黄变白，圆变方，能做菜，能煮汤，软绵绵，营养高，猜一食品。豆腐，豆腐。好多人写豆腐啊，是不是豆腐啊？这个好像很容易咁，个个都识哦，有蛋有豆腐啊。OK， 答案是什么？答案是我们回评。答案是豆腐。OK， 谁 ？Aaron Oil 啊？边个？唔系，第二个 Aaron Oil 落嚟系 Jane，J A N E。OK 啊，你知你系边个？第三系 Cbels，iPhone 啊 ，Australia 噶，哇 ，Australia 嘅朋友真系犀利啊 ！OK， 好。大家估唔估到哇？有啲係估蛋喎、哦，好似好多人都識咁樣嘅。你哋有冇睇過噶？OK， 好，我哋公平公正啊，再嚟去片。不是西瓜不是橙，圓圓身體能打轉，別看它的個子小，能在海洋和高山。猜一物品。不是西瓜不是橙，圆圆身体能打转，别看，哎，怎么遮住我了？遮住我了。别看它的个子小，能在海洋和高山。猜一，是什么？它挡住了。猜一物品。他们出来的字挡住我了。哇，很多球出来哦。OK， 球是对了一点点啊。好，答案我们黑屏。答案是地球仪。晴天。OK， 答案是地球仪，地球仪就是我们摆在那个书桌上的那个地球仪。那么呢，第一个答对的有三分的是 J1 啊，你自己也是要记录下来啊 ，J1 地球仪哦，水晶球不对，水晶球不对 ，Pumpkin 啊，不对 ，Wrong。第三是另外一个是无私培地球仪，哇，这个。林玉晶一分，地球是对的，但是它是差一个字啊。好，接下来我们再去另外一个问题哦。晴天常见它，雨天少见它，用它不见它，见它不用它。猜一物品。晴天常见它，雨天少见它，用它不见它。见他不用他，猜一物品，到底是什么啊 ？Umbrella， umbrella， 个 umbrella， 很多人写 umbrella 哦。
一醉是咩？一醉是什么？太阳？毛子？天手箭头。OK， 大家想不想知道答案？我看到很多遮，很多雨伞，很多雨伞。OK， 看对不对？我们先看答案。来，慧萍。答案是帽子。是帽子。答案是帽子，我们看一下帽子有谁答对啊？雨伞是不对，哇，林义君很劲哦。然后三分 ，Teresa 拿两分 ，Teresa 恭喜你。接下来多边个？哇，很多很多人答，很多人参与，很好玩，对不对？晴天又咪雨天，我都有带喎。系咯，呢个帽子咯。第三系边个啊？哦，第三是米肖丽啊，好不好？第三米肖丽，接下来再接再厉，我们下一题。一个头，一条腿，腿上长有尖尖牙，不能走却能回家。猜一物品。一个头，一条腿，腿上长有尖尖牙。不能走却是什么？却能回家。猜异物品。他们这边有出那个字，他会挡住我的题目。喂，边个识唔识啊？我睇到有好多人有答，睇下啱唔啱先。好多锁匙喔，是不是锁匙啊？好多锁匙喔，但是锁匙之后又有遮的喔，这么厉害的。来不及打。来不及打，慢了。哇，好多锁匙，这么厉害的，是不是全部都被人 pick 的？好，事不宜迟，我们去片。答案是钥匙。 OK， 第一个是谁？ OLY 是第一位，答对的三分，恭喜晒，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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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是美仪，我们的聪明绝顶又幸运的啊，肯定不是幸运，是实力，很有实力的，答对了钥匙。 OK， 第三位哪一分的是安外亮啊，恭喜恭喜，这题也算很难一下，我们这边很多都猜不到，你们很厉害很厉害。好，来接下来下一题。两个瘦子白又长，扭在一起下祠堂，有人及时来相救，瘦子已是半又黄。猜一食品。两个瘦子白又长，扭在一起下池塘，有人及时来相救，瘦子已是胖又黄。油炸鬼，油炸鬼。哈哈哈！哦，有人开麦讲答案咗。OK， 好。所以而家有人讲嘢咗，我哋就即刻播呢个先啊。OK， 好，嚟去马，我哋睇答案。答案是油条。哇，真是犀利啊！你哋师傅谦有没有猜到？师傅谦，油炸鬼啊！我写，油炸鬼啊！你不够快哦。OK， 第一个是谁？第一个是杰毅，恭喜杰毅，三分。第二位是苏培。苏培拿两分，第三位是，哇，这个 OLY 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大家都很厉害，不过慢了一点点不了，慢了一点点啊。OK， 好，你看有啊，全是 copy and paste， 什么架头了？哈哈哈哈哈。
好，我们看下一题。半截白，半截青，半截实，半截空，半截长在地面上，半截长在泥土中。猜一植物。半截白，半截青，半截实，半截空，半截长在地面上，半截长在泥土中。猜一植物。哇，好多莲藕出嚟喎，系咪莲藕啊？有啲人讲白萝卜喎，有啲人讲葱喎，到底系乜嘢呢？泥土中应该系莲藕啊。好，仲有唔有答案啊？俾啲 tips 你，你哋所答嘅都唔啱，冇人啱而家。半截白，半截青，半截。我哋呢度有人答中咗嘅，我哋呢度，但系因为工作人员关系，唔可以参与。半截长在泥土中，咩可以啊 ？OK 啊 ，so 一呢个翻去夜晚摺高枕头再谂一谂，我要放答案啦，去片。答案是葱啊！哦，有喎、哦，有答中喎、哦。有一位朋友有答中。葱系啱咗。你睇我自己都唔知道答案嘅，你知冇啊？睇翻上边先，快啲睇翻上边，边个啱嘅？葱系啱到嘅，第一个 Teresa。第二个系边个 ？JE。JE 系第二个。第三个微仪。嗱，葱系啱嘅，你睇我自己都估唔中 ，sorry 啊。我忘记咗，因为呢条片系我剪嘅，我都唔记得咗。OK， 青葱其实系叫青葱啦，葱都啱，因为答案系葱，你哋都啱啦啊。小夫青啱 already，yes， 仔仔仔，你哋是 last one 啊。好，我们再去片，再去片，再去片。都几好搞啊！腰上挂，摘了提就开花。猜一军事用品。用品啊！一个挂，腰上挂，摘了地就开花。猜一军事用品。炸弹。军事手榴弹啊！哇，林一晶很厉害啊，手榴弹。你讲炸弹错了。手榴弹，手榴弹。哇！全部都猜手榴弹。OK 啊。答案系手榴弹。我发觉系咪我哋个呢个 group 入边啊，所有饮环元水都特别聪明噶，特别醒目噶，都未翻译去华语，已经有人俾答案咗。OK， 答案喺边度啊？第一个是谁 ？Angie 啊 ？Angie， 你懂你是谁啊？你拿三分，哇！第二名又是 Oli， 我们的这个小孩，这个 IQ 很高一下。Oly， 第三个清晰福奖崩嘛，你们给不给他？给不给？啊啊，不给，他们讲不给，清晰福说你了哈。我们要跳下一个是杜爱爱秋大手榴弹啊，地雷不对，地雷不对啊，手榴弹啊，好。清西福加油啊！欸、要不要吃四五粒姜黄下去先？他真是拿来吃啊！好啊，我们下一题啊！感叹号，猜一运动，咩嘢？感叹号哦！感叹号，猜一动物，哇！猜一运动啊！猜运动，猜一个运动，不是动物。啊！蹦蹦跳 ，sorry， 才艺运动，
全部呢第三个出来的方超三个。哇犀利喎。我讲错都有人猜对的喎。你第四个。第四个啊。你们再接再厉啊，不要放弃啊，随便等吧，可能都会中的哦。好，我们现在先看一看答案。嗯，咩叫棒球啊？阿伟。答案是棒球。哇哇哇，太犀利了，我看到有人给答案。Ong Jo Yi， 我是棒球啊，棒球是答案啊。Oly Oly， 棒球。哇 Oly 你肯定拿奖了，我看你这样够力哦。修芬，修芬也是写棒球啊。接下来的羽毛球不对啊，运动也不对啊，运动是什么 ？Golf 也不对，它是棒球。好，下一题。这件东西三张口，富贵贫贱人人有，身够口薄无所谓，活有不能见朋友。猜一物。这件东西三张口，富贵贫贱人人有。新旧厚薄无所谓，没有不能见朋友。猜衣物。哇，裤子啊，衣服啊，内裤啊。哇，好多裤子哦。到底是不是裤子嘞？裤子、衣服、内裤，还有什么？没有人讲三张口啊。OK， 好，大家也很厉害啊，我们看一看答案。答案是裤子。答案是裤子。猜对了吗？裤子，裤子是答案，厉害，谁是第一个？林一晶第一个。哇、wow. ！Ly 第二。哇、wow. wow. ！第三是美仪。好，因为我们其实题目有很多， wow. 时间不多，我们最后三题啊，最后三题大家加油了啊！好，我们再去回题。心，猜一半句。生猜一玩具，森林的生猜一玩具，积木，积木，积木。我看到有人写手榴弹哦，玩具来的。雷哥，雷哥。OK， 好，还有吗？还有答案吗？我们现在就看看答案，来。答案是积木。OK。答案是积木，太厉害了，叠叠乐不对啊。Lego 是乐高也不对，所以是哎，那错是吹水。OK， 答案是积木。OK， 谢谢你们太厉害了。来，下一题。好厉害哦！一只活脚鸡，立着从不提，吃水不吃米，客来敬个礼，猜一用品。一只美小鸡立着从不提，吃水不吃米，客来敬个礼，猜一用具。茶壶、水壶，还有什么壶啊？尿壶。
OK 啊，一只没脚鸡，立这从不提。吃水不吃米，客来敬个礼，猜疑用句。我看很多人都回答答案了。好，我们接下来就去答案，看看答案。答案是茶壶。哇，你们真的是实在太厉害。好，第一名是谁？西贝尔。西贝尔，西贝尔。第二名啊，蔡利用。哦，太厉害了。第三名是谁？吴思培。吴思培啊，茶壶。好，你们不要放弃啊，还有最后一题可能会反败为胜啊。最后一题反败为胜啊。好，我们回评。轻声细语，猜一体育项目。声系猜一体育项目，对，轻声细语。跳跳水，跳楼，楼道。sorry sorry， 不是跳楼啊 ，sorry， 楼道。轻声细语，小小声讲啊！轻声细语，猜一个运动项目啊 ！Olympic 也有的 ，Olympic 对。有吗？奥林匹克没有太极啦，好不好？太极舞啦，奥林匹克。啊，仲有边个？仲有边个？芭蕾舞，芭蕾舞，芭蕾舞。还有吗？洗父亲放弃了啊？没有放弃，想不到，想到了啦，你不讲。好，那么呢，我们给我们最后一题的答案放出来，然后我们就揭晓谁是冠军。柔道，噔噔噔噔，柔道，轻声细语吗？哦，对了，第一名是谁？我们可以公布一下，谁是第一名啊 ？Oly，Oly， 奥利，给你一个掌声。第二名是谁？林一金，也给你一个掌声。第三个是谁？厉害厉害，林一金。第三个，不是不是。我们这一题，这一题，这一题是谁 ？Ong Jo Yi，Yes，OK、okay。现在你给我们少少时间，我播一点音乐给你们听啊。我们在计算，你给我们一分钟。请看，再看分数，看工作人员。有帮你。我们这边算到好像有人同一样分数嘞。我们认真再算一下啊，好像有人同分数。等一下。好，现在等他们在算分数的时候，我有小小要求。接下来的游戏呢？接下来的游戏呢是很好玩的，但是呢需要一点点，需要一点点道具。什么道具呢？就是一张纸 ，OK， 一张纸可以写的纸，不要太小啊哈，你自己写自己看不到啊。等一下，我们要你准备一张纸，一个笔，什么笔都可以，总之写到字的就可以啊。那你要怎样做呢？你要怎样做呢？我们会放一个那个图表出来，你们跟着做。接下来我们这个游戏呢，是一个很互动的游戏，就好像刚才猜灯谜，很互动的哦。Melvis， 好食冇？你嘅月饼我睇住你食噶。OK， 好。那么呢，接下来我们这个游戏是叫做 Bingo。
好，看到吗？这个 bingo 呢，我们是很简单，但是又很刺激的游戏，很公平的一个游戏来的。那么这个 bingo 是怎样玩呢？你就拿一张纸出来，好不好？就画五乘五，就是五行五格，总共是25个格子。就跟着我们图里面这样子，你画一个格子出来，不要写号码，号码先不要写。那么呢，你画了两个这个格子出来，就是两次这个游戏，我们会玩两次。这个游戏呢，我们会报数，就是从一号到25号我们会报。那么你这个游戏怎样玩呢？我们下一张图。诶，你按 next 就得咗，你按呢个 next 就得咗，你再 share 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的这个游戏呢，你没先啊？边个？OK， 好，那么呢，接下来这个格子，如果你是画了这个格子的话呢，我们的这个bingo呢是由一号到25号，你就是自己好、哦，自己随意随便填写，随便填写它的这个号码进去这个格子，不一定要跟着我的。那么不一定要跟着我的，我们这个 game 呢叫做 bingo。那么我们就好像打个比方，我们现在报这个号码。OK， 你听好啊，我们报这个号码，我们报第一行啊。如果是我的号码是10、17、22、16、6，那么就一行了了。上面第一行就是连成五个线啊，五个格子连成一层线，一条线。那么你就赢出这一轮的啊比赛游戏，你就拿到奖品了。OK， 那么呢，这个 game 呢，我们会有三份的这个奖哦，三份的这个奖来。来给你，好不好？那三份这个奖呢，就是第一个先达到这个的话，我们先给你一份；第二个的话，你达到我就给你一份；第三个也是一份啊、哦。这样哦，这一个 game 呢就是一轮罢了 ，sorry 啊，不是两轮，是玩一轮。那么你们现在准备好你的纸跟笔了吗？画了5×5的这个宫格吗？25个格子，随意从一号到25号，你填上去好不好？随便填，总之是一号到25号。等下我们会找 Alfred Chan 来帮我们报啊10个号码，然后到我们的 Bryce 再报10个号码，到我们的西富庆也是报10个号码。哦、啊，没有30个这样多。可以出场的。那么呢，你们先准备这一个纸，好不好？画啊，第三这个图呢，就是给你看，这样子打斜的连成线也算赢，打横连成线也算赢，打直连成线都是赢。那么赢了是怎样呢？你要第一个开麦，然后开你的 camera show 我们你的 bingo， 我们会对着这个号码，你就有奖品了。好，那么呢，我们在你准备的这个当下，大家不要离开视频，不要离开你的 camera。我们现在会进一个余庆啊，这个歌唱的这个表演，由我们的这个Marcus， 由我们的这个 Astro 经典歌手、冠军歌手来呈现我们的这个歌唱，让我们点缀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中秋晚宴，好、啊、让大家高兴。那顺便你们就可以画这个格子。然后准备好，我们就可以开始下一个的游戏。把麦克风交回给我们的Melvis。那么我们就来请我们的今天的这个经典帅气歌手杨克义出场，我们欢迎杨克义。来，我们来一个333，来欢迎我们的经典帅气歌王杨克义出场。Hello， 请问你们听到我的声音吗？现在听到了，现在听到。哦，听到了哈。OK， 各位线上的所有的伙伴们，大家中秋晚上好哈。那在这里呢，我就恭祝大家中秋节愉快了哈，月亮圆了哈，然后梦圆了，然后所有的东西都很圆满了哈。OK， 那接下来我就不浪费时间。我就来一首很有这个中秋的这个季节的这个歌曲吧。
那在你们在画格子的时候就用耳朵来听听歌吧。现在的孩子不相信月亮有小白兔，功课与电脑使他们不再听古老的神话。当高楼大厦遮挡了古老的月亮，就趁这个季节让你的孩子知道古老的神话源自何方。月亮圆，月亮圆，月亮照在我的家，没有春夏秋冬的家，流传千年。月亮圆，月亮圆，月亮照在我的家，没有春夏秋冬的家，流传千年。虽然今年我们不能同在一起庆祝这个中秋晚宴啊，不过还是很开心看到大家在线上都玩得很开心。现在的孩子不相信月亮有小白兔，功课与电脑使他们不再听古老的神话。当高楼大厦遮挡了古老的月亮，就趁这个季节让你的孩子知道古老的神话源自何方。月亮圆，月亮圆，月亮照在我的家，没有春夏秋冬的家，流传千年。对的，一起来。月亮圆，月亮圆，月亮照在我的家，没有春夏秋冬的家，流传千年。一起来唱好不好？来。月亮圆，月亮圆，月亮照在我的家，没有春夏秋冬的家，流传千年。月亮圆，月亮圆，月亮照在我的家，没有春夏秋冬的家，流传千年。月亮圆，月亮圆，月亮照在我的家，没有春夏秋冬的家，流传千年。谢谢一首月亮圆。我看到线上有些不只是玩游戏玩得很开心啊，尤其是秒币吃月饼也吃得非常的开心。还有什么动作让我看一下？有没有人有没有一家大小都在一起来看这个节目的，来玩玩游戏的，有没有？其实呢，我唱一首歌我还不够的哈，虽然说可能你们已经准备好了，我还想要呈现多一首歌曲，也是很有这个
很温馨的这个一首中秋节的这个歌曲啊，对对对对，掌声有了就感觉不一样了哈。每个人生某一个地方，总有个机会不散。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思的思念。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情人的人分两端。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歌王一起唱。城里的月光把梦照耀，请温暖他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守候他身旁。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哇，线上很多歌王，甚至舞台魅力都很好的，又唱又跳。每个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机会不散。每一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情的人分两端。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城里的月光把梦照耀，请温暖他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城里的月光把梦照耀，请守护他身旁。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守候他身旁。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Encore， 有没有人要 Encore 的？啊，因为时间不够哈，真的是这里有一句，他是说，若有一天能重逢啊，若有一天我们能够再相聚呢啊，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今天其实我们都已经很幸福了，我们在线上都感觉到今天中秋晚节的这个很温馨的一个聚会，对不对 ？OK， 那就把以下时间啊交给我们的啊这个月饼皇后淼薇斯。好，那么呢，让我们的淼薇斯来安排我们下一位，继续听这么好听的歌，不要给他停。我们还有的，还有一位是谁呀、啊？是啊，我们不要给他停啊。接下来我们有请到我们来自大马梅艳芳称号的王雪云。我来了 ，OK 吗？听到声音，听到声音，我又可以吃月饼了，继续再吃月饼了。听到我的声音啊？听到。好 ，OK， 听到啊 ？OK， 我在这里，我要恭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大家在中秋节是不是吃很多月饼？那么我们就要喝更多的还原水，那我们就不怕那个糖分存在我们的身体变成糖尿病。OK 不 OK 啊？我们要喝多一点还原水，让我们又可以享受吃月饼那一个快乐。OK， 然后又可以喝还原水，帮它排出体外，又获得健康。OK 不 OK 啊？好了，我不讲这么多。谢谢 ，OK。没关系，来，我们来听我唱歌好不好？我为大家唱了一首《我爱叉叉》，在里面我也改变了 ，OK。Handy 再来一次，掌声不够，掌声不够，打个888，我们再来一次。要不要啊？而家我先唔好啊，慢咗 ，OK。对不起啊，技术上有一点点问题啊，你们，我们先玩再来播这一个 video 好不好？现在我们就来。揭晓两场bingo的答案是吗？我们开始玩这个bingo。Alfred 有没有在 ？Alfred， 啊，刚才有人问这个游戏怎么玩啊？我们先跳回这个bingo的游戏。系、哎、啊，你问我呢啲嘢，我最蠢噶啦。你俾我俾啲新报答案啦，你先报答案咧，定啲嚟。你冇呢啲咁深嘅嘢，我走。定啲来。Alfred， 一到廿五号，你拣五个号码，一到廿五号，你慢慢讲啊。因为我哋而家要玩呢个bingo游戏，头先咧就大家准备咗纸同笔，画咗五乘五嘅格仔，廿五个格仔啦。咁我呢个 game 咧就系bingo画线嘅，填晒一到廿五个号码入去呢个格仔。你隨便講五個號碼，之後輪住落嚟到我哋呢個師傅村。如果冇嘅話，就到 Jennifer 啦，輪住嚟報啦。And then 咧，邊個第一個成功連線五個格仔，佢就有獎啦。我哋呢個環節咧有三個獎嘅，第一名、第二名同第三名都有獎。
OK， 大家明唔明白啊？我要睇下大家嘅反應。如果反應 OK 嘅話，明白可以打三，打上呢個三三三冇啊？即時講係咪 ？Sorry 啊，即時講係咪一到廿五號啊？一到廿五號臨由我講啊？係啦，我哋會報一到廿五號，咁樣咧，有人最快咧可以穿起呢五個格仔嘅話，咁樣佢就係贏家啦。OK， 大家準備好了嗎？你的紙，你的筆，你的格子。等一下，你說一到廿五號，即是說我要說廿五隻號碼出來了。不用，你只是說五個，之後Jennifer 又說五個，輪著來說，千猜不可以重複，一到廿五不可以重複的。OK， 明白，明白，明白，OK，可以。大家準備好沒有？我看到很多三三三了，我們要拿禮物，就要證明，多張開大一點，聽錯號碼，我們這邊沒有再重複，也沒有负责任的，就是你自己负自己责任，赢了的话就恭喜你。好，好，来，可以开始吗？第一个号码是一，第二个号码是五。慢慢，慢慢，慢慢。第一个号码是一，第二个号码是五。OK， 第三个号码是十五，第四个号码是廿五，最尾一个号码是零。冇零嘅。有冇零噶？我嘅最尾个码系七。苏嘅号码系一，第一个号码系一，第二个系五，第三个系十五，第四个系廿五，最尾个码系七。OK， 有冇人猜对？OK， 你们大家全部 OK 吗？一五十五，二十五七。那么接下来呢，要慢一点，再慢一点，一个一个讲。然后呢，会开始有人中的哈，中的话你要记得开麦。然后呢，我们会以号码看谁先中为准，给他第一份。那么第二个人继续中下去的话，他就拿第二份咯，好不好？啊 ，Jennifer， 你可以再继续报五个号码出来。慢慢来。第一个是三。第二个是四，第三个是二十七，没二十七，没有二十七啊，哦，都二十五罢了嘛，五啊，哈哈二十四，还有一个七，啊，不是七有了，八，九，啊，有一个 bingo 了 ，bingo，bingo， 好，是在八 bingo 还是九 bingo？ 八 ，bin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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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等等啊，啊 ，Lotus 啊，刚才是 Lotus 先生吗？嗯，讲你的名字出来啊。Lotus，bingo 了。先谢老师你了。你两个在玩的。Lotus 走啊。刚才是最后一个讲二还是什么？最后一个是九来的。最后一个是九啊？你的号，你的号要搞我咩？搞号有啊。哦，咁样佢头先我听到一个讲要，咁就错咗咯。我中咗，你 check 下睇啱。啊，边个中咗？边个中？应该系另外一个女仔啊。拿上来给我们 看, 我们看，你show我们你的纸，我们会对的。看到吗？睇到冇？睇到冇？睇到冇个 video？ 第一个号码，收翻出嚟。这个应该是没了的，所以我不是。Jennifer， 头先你报嘅号码系咩号码？你不要动，我们照，我们看你不要动，那你啊。啊，没有二，你不中，二你没有中。这个没有，所以是不敢。好，下一位，下一位是。你看一下我的，看有吗？
五七一二十四十三。啊，西标中了一个西标，恭喜你！暂时有一位，暂时有一位啊。OK。好，刚才还有吗？还有没有人中了的？有一位是妹，是吗？对。你是两个五还是一个三来的？第一个那个是三来的，第一个加三一五八。三一五八二十五是吗？对不对啊？OK， 那个二十五是对的，那么你是第二位，恭喜我们的第二位 Mui， 恭喜。还有没有第三位啊？有没有第三位啊？美为什么我只拿几手来你没中？美仪，美仪。哎，恭喜我们的得奖者啊！第三位是美仪是吗？我们要对一下，打开你的视频，我们看一下好不好？要前一点，前一点，前一点，后一点，因为在你放在身体前面，你站起来好不好？你读一下什么号码？一三五七九是吗？一三五七九。OK， 好，第三名已经有了，我们得奖者。OK， 好，这个。好，第一名呢，我们这个刚才啊，我们这个猜灯谜的游戏呢，我们还没有报我们得奖者哦，现在报一下，第一名呢是我们的欧丽，刚才这个哦，拍手一下哦，太厉害了耶，欧丽是得到我们的这个给你送出的炖盅一个，欧丽 O L OK， 那么呢这个是得到我们的这个 Bryce 送出的枕头。Yeah, OK， 玉跟 OK， 第三位猜灯谜呢，我们得奖者 J 一，到我们 Jennifer 送出的这个 Defender， 这个是一个现在很流行的这个叫铜离子的消毒液的这个精华来的。OK， 谢谢。然后呢，接下来我们的这一个 Bingo 的游戏得奖者呢有三位，第一位是 Cibel。C 标是得到这个新进的 hamper， OK， 然后第二个得到奖的 Amway 呢，就是拿到 Chan 送出的礼物一份。的美仪的赢家得到的盾的 ，OK， 好的。那么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回我们的这一个歌曲。那么恭喜你们刚才得奖的哈，后面我们还有更精彩的，先不要下线哦，因为刚才我看有些人已经下线了。我们播完这一首歌，由我们的这个 Sharon Wong 他为我们献唱了，回来我们还有这个很简单的奖品。每一个人，如果你有 IC， 你就有机会赢奖了啊！大家不要走开哦。我们都开心一起过冬，我们开开心心一起过冬，鼓声叮叮咚咚响，就摇摇摆摆跳，你别害怕，谁都能跳。过冬秋玩灯笼吃月饼喝欢月水就健康啦，我唱歌大家来一起
起跳，跳恰恰恰，恰恰恰。你跳伦巴，我也跳，我跳恰恰，一起跳。不管你跳不跳，只要你一起跳，跳恰恰多轻巧，恰恰，一把。我们高高兴兴一起过中秋，我们开开心心一起吃月饼，鼓声叮叮咚咚响，就摇摇摆摆跳，你别害怕，谁都能跳。过中秋，玩灯笼，吃月饼，喝团圆水，就健康啦。我唱歌，大家来一起跳，跳恰恰恰，恰恰恰。你跳伦巴，我一跳，我跳恰恰，你也跳，我们也一起跳，跳恰恰真奇妙，跳恰恰真快活，恰恰恰，恰恰恰，恰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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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恰。不怕你身体摇，只怕你不肯跳，跳恰恰多轻巧。中秋节快乐！哇，好不好听呀？好听，掌声，来个八八八。哦，有没有 encore 啊？有没有人要求 encore 啊？没有 encore 了。走，接下来，接下来准备你们的身份证。感谢我们的学员汪啊！好，听到吗？没有。喂？应该听到吗？听到吗？唔好意思。听唔到，听唔到。啊 ？Hello。为我们高歌一曲，接下来，准备你们的 IC， 准备你们的 IC。今天中秋节，今天是中秋节，我们要寻找幸运儿。啊，我们要找幸运儿，听到吗？每位听到吗？听到，听到。好，那么呢，这个游戏很简单，每一个人都有 IC 啊，大人小孩，总之有在你身边有在家的都 OK。好，这个游戏是这样子的哦，有三位的幸运儿，这是太简单了，有 IC 就有奖啊。好。谁？今天是几号啊？9月21号。OK， 我们是看 IC 的号码，9月21。那么重要的部分来了啊，谁是最靠近或者是今天出生的日期？9月21，前几天、后几天呢？我们是以最靠近为准。三位的幸运儿由我们的领导送出的礼物啊。可以 show 给我们看，或者你写上来打上来谁是几号，然后要看你的 IC， 你可以遮住你的照片啊，遮住照片，我们只要看 IC 号码，好不好？好不好？好，开始，有没有830926？没有。9月13 Vincent Lim。九二一有没有？有谁9月21的？有9月21吗？9月15很靠近了啊。9月16。有吗？哎，你哋啊，帮手睇下边个近啦。边个咧？92几啊？92六。OK， 这个五天啊。9月6号。有吗？有吗？有吗？还有吗？有吗？9月。我看9月是最大结尾，这照片我看一下 IC 啊。9月27。9月27，七天。可能有机会，有机会。六天。9月26。三个还是九
几多号啊？9月15有一位。9月16。9月24有一位。修奋。那还有吗？你。给啊，我们的后台再帮忙看啊。他们再决定一下，三位幸运儿啊，由我们的上司，由我们的 leader 送出的礼物。916。还有吗？924苏令。人没有在，要有 IC 啊，要有 IC 啊，看到 IC 的为主啊，这样比较公平。不然的话，我们留守到这样久的，是吗？就不公平了啊！有 IC 有参与我们，还有吗？好，有一个的，而家有啊。有三个。OK。苏令不在啊，苏令有在，苏令有在。有在啊。苏令有在啊。好，那么呢，我们现在暂时先提名三位，看有没有人破纪录啊。第一位是谁？9月16日，咩名？Winnie Wong， 9月16。Winnie Wong。OK， 第二位是谁？南外亮，九月几？26。第三位是谁？苏令。9月24号，有没有人要平反？最靠近9月21，没有人今天生日啊？926，九二六不到吧？926已经有过咗嘛？有两个，好像是926。926有两位哇。嗯。OK， 17、18、19、20、21，5日。26系6日，一定系16号嗰个近啲。OK， 十六号的比较靠近啊，十六号的比较靠近。要三个嘛，我要。对，26号，三个还是26号有两个，26号有两个，啊。啊。16号都系5日啊。边个高先就边个先咯。啊，对，我们以刚才最快报的为主。OK， 我们以最快报上来为主，三位。OK， 现在确定了吗？确定啊，我们后台已经 check 了。Winnie Wong， 恭喜 Winnie Wong 得到一份奖品，是由我们的。这个阿布莱斯送出的这个 Kangen Pillow， 恭喜，我们已经记录下来了哈。然后呢，第二位是谁？南外亮是由 Jennifer 送出的这个 iDefender 铜离子消毒精华液。还有一个是苏令还是修粉？他打两个，苏令啊。OK， 好，第三位是得到我们的这个。西父亲送出的礼物啊，西父亲送出的，哎，有谁拿伟璇？伟璇要讲嘢喎。伟璇讲最快报的是苏培，他是9月26，他是第一个打上去 IC83926的，他是第一个打上去。咁系边个？9月26，你们 check 回上去。苏令比较慢是吗？苏令比较慢是吗？对。因为我们礼物是。有三份，我们是以快为准啊，对吗？啊，伟璇对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苏培比较快，苏令慢一点点是吗？苏培是第一个，他你们一讲那个 IC， 他就先打了，他是第一个打上去的，你们拉回上去看。好，那么我们是公平公正的哈，这样子苏培是有了对吗？这样已经三份，对啦，苏培。苏培、Winnie Wong、南外亮，好不好？那么苏培的礼物是西父亲的 hamper 一份、好，谢谢你们参与这个游戏啊，有互动啊，大家希望开开心心，也没有得奖，都是一个游戏了哈、好，那接下来呢，时间也不早了，我们还有最后。我们最后三份的礼物啊，今天总共送出14份的礼物啊，大家都很踊跃参加。那么呢，这个是最后的一个游戏啊，一个小回答问答游戏呢，就是要给大家去参与，你的小孩也可以参与啊哈。那么呢，也是我不要开麦了哈，就是由打字为准了，最快的哈。好，接下来呢。我由 Melvis
问一道题目，然后呢我会问一道题目，然后就我们另一位司仪会问一道题目。好，想不想玩？想玩的打个三个九好不好？好，那么由我们的苗威司仪发问一道最难的那道问题，大人小孩也可以参加。那么呢，先打字为准啊，谢谢。最难的一道啊，要我发问最难的一道还是最容易的？难的。跟着流程走完，我们有已经有问题了啦哈，不要乱问啊。啊，我不懂你几岁的好不好？OK。最难的哈，我们公司的啊，我们公司的主打语是什么？主打语啊，他的意思是他的什么？他的意思是 tagline 哈。公司主打是卖黄姜，卖抗氧化，主打 tagline， 我们公司 tagline 是吗？好，来，不要放弃啊！越快打那个就越什么了，好，大家都很踊跃参与哦。我们这是一个互动，一个游戏，感谢大家今晚上的一直的陪伴，我们一起线上，我看应该是 AC Group Alpha China Group 里面有史以来是应该是第一次搞吧，这种线上的游戏哦。好，来，我们呢就来宣布，我们来宣布这个得奖者好不好？来，第一位是谁？看一下大家，我们后台的会公布。OK， 好，来，答案有了 ，Change your water, change your life， 好不好？那么呢，大家如果有在群里面的话，都会知道我们有这个是放这个什么放送题啊，大家都是知道了哈。这个答案是 Change your water, change your life， 恭喜我们的谁？林胜利，哇！那么呢，我们的这个林胜利会得到什么礼物呢？是由 Alpha 送出的神秘礼物啊！因为 Alpha 说不要讲出来，等他收到的时候就很惊喜的哦，又惊又喜。OK， 好，那么接下来第二道问题。就由我们的另外一位靓女司仪来问你们这个问题，大家要听好哦，大家要听好，好不好？来，第二道问题呢，我想问你们，奥西洛今年几岁？有听到吗？奥西洛多少岁？今年几岁？不要睡啊！好了，我们答案有71岁、73岁、66岁、86岁。2020年正79啊！我们今天是看 IC 的，不是讲红毛人、华人哦。那么呢，我们的第一位，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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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位幸运儿太厉害了，很强啊！他是有关注我们的奥西洛啦。答案是什么？答案是80岁 ，OK， 在去年的时候啊，他有切那个蛋糕是79岁的，今年是准准80大寿。那么呢，这份奖品是归谁呢？归我们的幸运儿 Cibels， 耶！笑到太厉害了，谁笑到厉害？太开心了。OK， 好好，哇哇哇哇 ，OK， good， very good。OK， 那么呢，先公布一下你得到什么奖品啊？
你的奖品是得到 Mr. Bryce 送出的一个 Kangen 的枕头，拿一个过来给你看一下。Kangen 枕头拿过来。另外一个。OK。我拼你一下，拼你。看到吗 ？Kangen 的枕头。谢谢。这个枕头是限量版的哦 ，Bryce 送的哦。耶、yeah! ！好，接下来呢，我们现在要去到最后一道问题了。最后一道问题，我们就结束啊！大家可以继续提灯笼、吃月饼、唱歌、跳舞啊！如果要留下来聊天的，可以继续开麦、开你的视频。那最后一道问题，想不想赢取这个奖品？想的话打三个亿好不好？想，很想。中国。第三道问题由我们来，我回来了，我回来了。OK， 有一点潮啊，有一点潮。对对，在那。哦、oh, ，sorry 啊，我的麦给人关了。现在呢，以打字最快为准啊，在 chat box 里面打上你的答案，好不好？听好，中文的问题，华语。Energy 公司的 founding years 就是成立于哪一年？回答。2003那个六月二，我要打哈屁股了。六月二二天嘛。好好，很踊跃，很踊跃，感谢大家的参与。那最后一个礼物呢？最后一个礼物是什么？先讲礼物，就是我们这个由 Jennifer 送出的这个 iDefender 哦，这个 iDefender 是现在很流行的，也是一个铜离子的精华，它能够做到消毒的效果的哈。那么我们公司没有卖的，是一个赞助的礼品，一个礼物。好，答案是啊，2003年，答案是2003是错的，2003是错的，1977错的，然后还有什么？1972，也是有人打七二，是错的，19999也是错的。那么答案是1974年。OK， 公司是1974年成立的哈。好，那么呢，第一位是谁抢答最快的 ？Vincent Lim。恭喜我们的 Vincent Lim， 一定要开 camera， 你不可以走开，开 camera show 一下我们你的样子，你在哪里 ？Vincent Lim。没有开 camera， 没有礼物。耶。Yellow。恭喜恭喜我们的 Vincent Lim， 拿两个礼物哦，要不走马格雷？坐马坐马，你是不是坐马坐了年了你？他是用60G 的，太快了。好，谢谢大家晚上呢，这个2021年中秋晚宴，情满中秋，大家在参与，大家玩得开不开心啊？开心可以打一个333啊，好不好？那么呢，大家呢可以开你的麦，开你的视频。啊，我们刚才已经拍照了啦，哈，那么呢，我们可以互动互动一下，你想要讲什么都可以，要感谢我们的领导啊，都可以 ，OK， 好，谢谢 ，Thank you 我们的 Melvis 主持 ，Thank you 我们的Mr. Bryce 西富清 ，Thank you 我们的 Jennifer，Thank you 我们的这个 Jennifer Kenny 所赞助的。
Alfred 所赞助的这个礼物，大家玩得开心，我们下一轮会更精彩，好，跟着我们 SC Group， 我们会越搞越多精彩的节目，尤其是 CBLS， 哇，够力的 CBLS， 他真的是很踊跃参加，而且呢聪明伶俐，喝到 9.5 喝很多了，好。Sharon Wong 的这个，我们感谢 Sharon Wong， 感谢我们的这个 Marcus， Marcus 所为我们献唱，好不好听啊？好听，我们下次再邀请他上来为我们献唱，好不好？谢谢，谢谢各位领导，还有谢谢我们的俊姐，虽然她不能够上线，我们也要谢谢她。OK， 谢谢俊姐，谢谢 Sharon Wong， 谢谢我自己啊，谢谢我自己。谢谢 Jimmy， 谢谢 Yenny， 谢谢 Jimmy。这个店给我们，这个地方给我们，谢谢，谢谢你们今晚的付出，谢谢。Jimmy 系最出心出力，谢谢大家，中秋节快乐，中秋节快乐，中秋节快乐。Sharon Wong， 耶耶耶，耶耶耶！啊，多谢今日你哋嘅主办同埋赞助商，真系多谢。可以唱题啦，翻嚟依家全部话唱题时间到啦。南无哈林杰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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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犀利啊！南无哈林杰哥啊！哇！啊！加油加油！我是唱。Thank you, Melvin。多谢多谢我哋可爱嘅 Melvin， 多谢晒，辛苦晒，多谢尊姐尊姐啊啊 John 哥佢哋嘅礼物贡献 ，Bryce 啊 ，Alfred Jennifer， 哎哟真系多谢晒啊！好啦好啦，我哋要食月饼啊，食月饼啊，我哋去食月饼啦！开镜头开镜头。镜头看看你们吃什么月饼，我又去吃，虽然我的很好吃，但是我也想看看你们吃什么月饼。我不知道要 show 你哪一只，我们有三十几只月饼在这里，太过分了，不过应该不好吃的，应该不好吃啊，你们那只月饼什么意思？辛苦晒啦 ，Jimmy，Jimmy 快啲去食月饼，我都瘦咗。Jimmy， 你唔可以食嗰只蛋黄啊，嗰、那个蛋黄唔系斋噶。我讲嘅啫，我食嗰个月饼入边嘅馅啊，青色嗰只啊，有葱啊，有芫茜嗰只啊。Jimmy，Jimmy，Jimmy， 食咗月饼要记得饮埋盐水啊。有成支喺度啊。好啦，下次啦。OK， 拜拜，拜拜 ，good night。明年中秋节再见。
Bye.
存在，那么我一定会去。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伫立，不在乎它是不是悬崖峭壁。要你化真用力爱，哪怕干到土地，不求任何人满意，只要对得起自己。